我来上上节目干嘛？骗投稿吓吓大家啦！这我们看到哪一种是最傻的？主人傻，狗就傻。那就是燕君喽。总分最低的主人就把这一盆给吃掉。第一关，定狗公定力大赛计时开始。不行哦，不可以哦。能不能让我的冰狗也来玩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刚已经跟他讲了，不准下来，没有用的啦。不准下来。来。时间暂停。那舞池冬天快到了，把它处理掉。他踢到垃圾车会唱歌。垃圾车来了耶！垃圾车来了。我不是垃圾啦。这个人家有说说啊，狗狗是人类最忠心的朋友。没错，毛小孩，毛小孩，爱他就不要弃养。对，然后你看我们家冰狗，我现在跟他真的是啊，两个人啊，老人与狗。哪有那么可怜？老人与公狗。哦，对，你们两个很好。我们是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今天坐的这几位是他们不是老人，也不是公狗，但他们很爱小狗，而且非常懂得训练狗狗，是欢迎我们的十位训练师，还有宠物专家。新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欢迎欢迎。他们等一下还要来票选，票选什么呢？一人又养狗，对。但是一般来讲，这些狗本身呢都没什么才华。怎么这样说？他们很可爱啊，只是外貌好看。但是他们的主人呢？反观他们的主人，经常是人不如狗。什么？我以为主人会特别的有才华哎。要趁他们还没出来先骂。全部都乱讲一下。对，然后呢，很多都是拿狗来上上节目干嘛？骗投稿吓吓大家啦。养一条狗干嘛？不行，我们要养一条，跟他老婆俩，我们家要养一条。哎，要不要将来上节目啊？我们就少掉一个通告。对，好可惜哦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一起来欢迎五位骗通告的艺人出场。欢迎第一位，布兰妮，还有超可爱的熊宝贝，好漂亮哦！天哪，乖哦，好漂亮！接下来第二位，爱你爱，好可爱的他，东东，好普通哦，怎么那么普通啊？第三位，李毅，还有他的爱犬阿狗。是借来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是他借来的。这只狗现在已经六岁了，哎，六岁了，六个月，我带他上节目，每个人都说你该不会为了上通告去租一条狗？一定是啊，我带小孩上节目，要哎，你该不会为了上通告去租一个小孩来？这里面呢，昂首阔步，我妈就他阿妈啊，哎，对，我阿妈，我阿妈觉得最讨厌的狗是燕君这一只，为什么？这是马尔济斯，哎。其实比较乖耶。我们跟马尔济斯，对，阿妈问出什么狗，我说马尔济斯。马路啊，对，马路。阿妈妈，哎，这样唔知怎么，妈妈气死啊！妈妈气死。你讲为什么嘿？妈妈气死。妈妈气死。我们家什么狗都养过了。但是马尔济斯真的在狗界里面算是狗界的 kid 哎，就是肖饼哎，一点点就。不会，还是要看每一只狗，像它就是非常的冷静。狗界的 kid， 大肠就是狗界的薰衣草。可是他也还好啊，他还蛮正常的。我觉得狗的个性要看主人。啊，这一只就是狗界的菜头哥，还不错，都可以组。
组团了，真是。但是你那个李毅这一次看起来有点忧郁。忧郁哎，怎么会？美颂美颂，他是老狗，他老狗了。他几岁？九岁。哦，所以看起来要尊重他。我从来没有不养狗的日子。对。然后就是每次要跟他分离分离，但我后来有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是什么办法呢？等到他年迈的时候，我就送人。你很坏耶。需要你啊、我沟通一下，哎，年迈就送人，干不好笑哟。狗人是怎么可能错的？我讲给你听，就像我会觉得总有一天我渐渐长大，你也会离开我。那我在你年迈的时候送人，你太好，这样有好笑吗？对不对？再来是安以爱的狗狗。这一次普通，哪有普通？安以爱很爱他，但是他面临到生命中最不可承受之轻。什么？就说哇，红贵宾啊，哇，好好喜欢啊，哇，拥有一只了。结果他的狗退流行了。他现在还是很流行，赶流行的时候买到红贵宾，他很可爱。不然你这一次厉害哦，长毛吉娃娃，长毛吉娃娃。但最消弭的是这种神经，是吗？他不会，你看他从一来都没有训练，没有训练，你不觉得他像王思佳吗？对，我是没有看过思佳抖成这样，漂亮，思佳漂亮一点，拍一个，对呀，哈，有没有看到什么哈？要养女儿，还不如养一条狗，什么东西啊你？对吧？哎，你女儿在旁边，站回来，这边站好，对，乖，给你吃，乖，对呀，狗还是自己的，狗对呀。永远不会背叛你嘛！狗也永远不会煮饭给你吃啦！气死人！你们好好听聊，是几位训犬师来来 ，Cindy， 你来讲一下，哪一种狗是最难教的？边境牧羊犬其实最难教，因为它其实工作欲望很强烈，但是很棒，看那么大只的狗，大家说好可爱 ，Cindy 高兴一下，大大鼻孔就趴在那里爽。这样躺着，这样边境那么聪明，为什么难教？对，他就太聪明了，他太聪明了，所以他会反过来控制主人。哦，就跟当牧羊的时候一样。对，所以主人就被牵着走了。来来来来 ，Dandy 一样，我也是票选是边境牧羊犬。对，因为边境牧羊犬真的太聪明了，我们常常跟不上它的速度。是啊。对，所以很多边境的主人其实都是边境在控制它的主人。啊。车越难驾驭了，你看那种两三千万的超跑，那个一般人开砰就去撞这些。好，你是说最近的新闻？来来来，麦借他一下 ，Q B， 正五只，我们看到哪一种是最傻的？主人傻，狗就傻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那就是谁最傻？那就是燕君喽。我傻，他眼神在看你。我傻人有傻福。讲讲看，你们的狗到底有没有做过真的很聪明或是很感人的事情吗？有。哎，我们家的狗就是因为有你知道年纪大了，你知道，对，我煮过菜之后晚上要睡觉，那我想要我要把它热开，结果忘了关，它竟然它会去一直撞我的门呢，从来没有过撞门哦，救了你，撞门，对，我一出来整个汤都干了，哎呦，烧都干，好恐怖哦，所以我说还好有它，那其他那三只笨笨的，还有别只的狗，只有它最机灵，它会一直来撞门，好感人哦。安妮呀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不是有给别人带吗？没有，我自己带，我姐，它就是很养狗还找保姆的，没有，而且保姆还会接送本人。我们前面才知道有个男生在追，好爱好爱帮他都来帮他当狗奴才，还会洗衣服。没有啦，是我自己带，就是小爱行情这么好。哎呦，像我现在好热，体力好好哦，没有腿好长，对啊，他就是没有我说你。等一下，他就是贴心的时候，就是像是我平常难过的时候在家哭，有没有？他就觉得哎你不对劲，然后他就是会一直冲过来趴在你身上，然后就是用舌头把你的眼泪全都舔掉。啊，对，因为眼泪咸咸的，没有，他渴了，他就觉得你哭了很可怜，然后他就会过来这样子就是抱抱你，然后把你。你问专家就知道，后来证实说因为狗需要补充盐分。Hugo。其实狗狗它是可以分辨人的情绪的，对，就是它知道你开心或是不开心。对，那它真的都去舔眼泪，只是因为好奇还是在安慰你？我不用多解释为什么它的名字叫香菇了。不用，好可爱，我都很明白啦。我问他是哪一家发廊设计的，他说他自己剪的啦。好可爱。温迪，对，就是狗狗它。
会可以分辨说主人他一进来他是脸是开心的或是不开心的。狗狗会尖叫，他知道吗？尖叫可能会吓到他。你不要吓坏这些狗狗。来，咱们直接就来。今天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狗一般都吃什么呢？哎，对啊，都是小狗饲料，我们都吃饲料啊，饲料。哎，有宠物是吃很好的哎。对呀，我有啊，我都自己煮东西给他吃。对呀，这个太好了。对。就是如果我比较懒的时候，因为每天都要煮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也是会配一点罐头。是是，但它的食量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便当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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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就一般都是这种那个啊，罐头啊，方便。对啊，这一个狗饲料，狗饲料一般是里面都是什么作品？有都有专家去帮它调配好，均衡的一个。是均衡。对，那干不干净？那要看你怎么使用它干不干净。没有，就出厂的时候应该都很干净。都很干净。现在的。饲料厂都做得很棒，都做得很棒的。对，各位，总分最低的主人，也就是狗奴才，就把这一盆给吃掉。难怪你要喝根派界，有什么？狗奴在吃的耶！我那是台湾制造的啦，放心。多香！不要，那以后来上节目就呜呜。像话吗？老狗学不了新把戏。就这一盘了，交换的啊，吃狗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最输的就吃掉，你以为我们这边假的？哎，干什么？你不要吃光了，没得玩。所以我们现在进行三关，那每一关他都会投票，是票数最低的吃狗食。马上来看第一关，定力大赛。狗狗定力大赛，来宾把狗狗放在圆台上，并依照待在圆台上的持续时间为给分依据。究竟谁家的毛小孩能够不接受外界诱惑，成功替主人夺得胜利呢？好的，狗狗定力大赛，一只来了。好的，不然你先把它放着。你现在的指令，熊宝贝来了，你把它放在这里之后是哦，坐下。哇，感觉好能控制啊！完了，你可以先 hold 着它。计时，预备，开始。熊宝贝，你养的是一只臭鼬啦，它哪像一只狗啊？从哪趴着哎，太像臭鼬。没有啦，声音很大声。出门哦，它很少出门。刚刚的计时是45秒47，还蛮久的，很久很久，非常久。再来是小爱的，小爱的看点又不一样了。小爱的比较适合坐着。Bingo 为了吴宗宪争光，来宾们严厉计时。冬天快到了，把它处理掉。我也可以练一下吗？来来，爸爸你上去。嘿嘿嘿。计时。小爱不可以哦。小爱，等一下要慢慢回座位了哈。不行哦，不可以哦。计时开始。不行哦，不可以哦。不行哦，
姐姐第一名哦。哎，他受不了食物的诱惑。好，来欢迎李毅的。好，欢迎李毅。擦狗不行啊。李巧毅这一次，你准备好跟我说哦。好了好了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不行啊，阿狗阿狗。还是老的辣，离异的阿狗面对眼前的诱惑完全是不为所动，但他能够坚持多久呢？好的，哎，后来是看到那一只，原来他是喜欢玩具，喜欢玩玩具。拿出来的话，打错应该就会。哎，阿丽老翁老哥拨头刀哎，还蛮厉害的，他时间有1分02秒，好强啊！是老狗，好久。刚我有问他了，哦，你要问他哦。我说，哎，你他叫什么？阿狗，阿狗，阿狗嘛。我说，阿狗，阿狗为什么不走？他说，啊，我卡马奇啊，是咩啊？原来狗也有一样的问题，就对了。给他吃循例宁。有一次李毅踩到他的脚，他也不知道哎。广告啊！好，再来燕君，我开始，开始。好，那你要慢慢回去。No no no， 坐好。Pony Pony Pony 来 ，Pony 来 ，No No 不可以。Pony 来 ，No No Pony 不行 ，No Pony 坐好 ，Pony 坐好 ，Pony No Pony 坐好 ，Pony。跌破眼镜呢，想不到 Bonnie 的定力竟然如此强大，他能够在经历大赛中拔了头筹吗？你好棒哦，老婆来 ，Bonnie 来了，来了，好久啊，这超久的，多久？傻人有傻福，1分32秒，好厉害，厉害厉害，你们这个，你们这道具是蛮厉害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但是阿狗都疯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想这一只狗是经过那个知名的警犬训练学校训练的。真的吗？所以叫它不要动，它一直到结束网了，它都不会动。骗人 ！Set 啦 ！Set down please。是什么 ？Set down please。一个 set。要对狗要委婉啊，这样用敬语这样。Set down please， 来哦。好，不行了，他已经不行了。开始。Set down。就过来，过来。不能动哦。巧克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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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啊！巧克力，不行啊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太厉害耶！热炒吗？热炒，好，巧克力，热炒，热炒，热炒，够哦 ！No no， 不行不行 ，No no， 不行。多久？运哥45秒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不好意思，会外赛，让能不能让我的冰狗也来玩一下？冰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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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！冰哥，冰哥，冰哥，你要去哪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台子是黑的，所以拍起来是看不到哈，拍不到。好，强哥，好，爸，我帮你计时哦，不要动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。冰哥，冰哥。坐下，
的 key word， 不准下来，它可以在上面两天。明哥坐下。那五次冬天快到了，把它处理掉。你好棒啊！你好棒棒，我就说你最棒了。没有，因为他有受过这个训练。对，在什么地方叫他不要下来，他就绝对不会下。对对对对，他真的很乖，但只是镜头拍不到他。哎，对。我也可以练一下吗？来来，爸爸你上去。嘿嘿嘿。计时了。玩什么东西啊？不行啊。好了。第一关已经出来，分数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好的，我们把它统计成分数了，所以布莱尼三分，小爱一分，林毅四分，燕君五分，玉林哥三分。厉害厉害！小爱可以先看看那狗屎的那个味道。马上来看看咱们的第二关卡是什么呢？第二关卡马上要看一下才艺表演喽。爱爱装哭马，通通不领情。是玉林现学现卖，装哭的时候他会来，就是舔我的脸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么厉害。你挂掉，他可能还啃你的嘴。主人真的好像疯子啊！他会一招很厉害的，我哭他也会舔我的眼泪。现在是在捏小爱就对了。家里啊，随便弄个什么小才艺让他学一下。有客人有朋友来的时候炫耀一下，好好玩哦。对，大家一起这样变啊什么的。我们家这一次哦，就是要吃饭的时候，对，叫他他可以起立，然后他起立是跟一只熊一样坐好，他好可爱。然后他完全不会动。先给你们看职业组了，他带来他的小狗来表演。哦，来，阿东，交给他，阿东啊，对，阿东。刚躺着都他比较听得懂我说的话，但狗多的时候他可能会分心。精灵啊，能能，对，精灵，等等，好漂亮哦。OK， 好棒。然后他很会亲亲，亲一个，再一个，哇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好棒。这都是平常的互动所衍生出来，然后他也会帮我接电话，接电话，帮自己盖被被这样。盖被被，他真的会盖被被，不像玉林哥那个是骗人的，这个真的会。玉林讲的是真的，有他会帮你缴电话费吗？目前正在帮我缴当中。好，那你坐下，啊你趴下，妈妈去拿被被，你坐下，对。哇，等哦，等妈妈，等等哦，我拿被被，等等。不热啊？玩。对，玩。玩他只会帮自己盖被被，他没有办法帮你盖被被啊，没办法，我太大只了。OK， 好，对 ，OK， 对。Kitty 妈，那像刚刚五位，他们都是训练不有素，对不对？其实要很有时间，他们太忙了。对啊，真要陪伴。对，就是要陪伴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整天都在陪他们。对，那巧克力是怎么样？巧克力现在有高兴，对，现在巧克力现在鬼遮眼了。好，那现在就要准备来看他们的才艺哦。是才艺，等一下是要经过他们投票。没错。来，第一位，欢迎布兰妮以及熊宝贝。他的才艺一定要有一面墙了。我跟他讲，熊宝来，来过来，咱们一面墙，我来啊，来。来，熊宝来，来，还是我的腿借你啦，我的腿借你。熊宝来，熊宝来，熊宝，熊宝，给点面子，熊宝，熊宝来，看，来，哎，而且所有狗都在看着他。熊宝，对你把它放上去，这个呢？这个妈妈有点暴力。熊宝真的是太不给面子了，看布兰妮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回家可能要面壁思过喽。熊宝，你小爱，你刚
样只得一分哦，小心哦。对对对对，马先生来，我先从基本，哎，坐下，坐，坐下，坐下，握手，换手，哎呦，来，先给你吃一个。这脚卡紧紧，哎，这脚，哎，对，有有有，对，洗刷他的臭名，转圈，哎，转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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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ive me five， 哎，好，坐下，哎，不错哎，还有那个等三秒。那先给你吃一个，不错嘞，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对，坐下，坐下，三哦，三哦，三哦，一，哎，一，二，三，哎呦，好棒哦，不错，他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家就是装哭的时候，他会来就是舔我的脸，啊，真的吗？这么厉害，对，哎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先哭了，你先哭，你先哭，没关系，先哭了，对，阿妈，哎，你怎么不理我？你挂掉他，可能还啃你的骨头啊！你烧成灰，他还舔你的灰。哎，主人真的好像疯子哦！有了，三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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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都快哭了啦！掌声鼓励，好棒哦！掌声，有有有有。哎，小爱，你这一关会真的会拿加分了，真的可以，就是洗前面就是没有的那个。而且你哭，你有时候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哭的话，他真的会做到。对，有他刚刚就是因为人太多，他就是很紧张，我一直就是往旁边。对，在这里大概能拿出大概5成6成的功力就不错。对，在家里要想一下。好棒哦！李小毅，该你来。来来来，这只非常淡定的狗，坐着坐着，快点坐着，你先坐着，拜托拜托你拜托你拜托我拜托我你拜托我你拜托啦，不是你要拜啊。拜拜拜拜，不要勉强他了。有拍到，有拍到，有有有有，好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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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你不要了。哎呦，没有，你再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疯狂握手。对对对，他会连续握10个。哦，好，转圈圈，转圈圈，你转圈圈，要转一圈了，再转一圈，你再转一圈。一边转一边骂，听得懂没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他真的是在骂脏话哎，他听得懂，他一直在那儿。阿狗，阿狗，你先过来。他这个等那个狗界的小亮哥了。你先坐着，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他还有一个就是，他听到垃圾车会唱歌，垃圾车的音乐走了，来了来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心情怎么样。阿狗，阿狗，阿狗，你听，等等等，垃圾车来了耶！垃圾车来了。哪是垃圾啦？还有鸡腿啦，就大家哦，他喜欢玩这个鸡腿，他很喜欢玩玩具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也不错哟。对，我们十位专家都看在眼里了，也不错哟。这个留给他们去投票，好吧？是，来，燕君，看你，帮你来，好的，帮你 C， 帮你 C， 握手，快手，好稳哦，趴下，掉掉。来，哎呦，哇，好棒啊！燕君真不能瞧不起你，厉害，是不是？他还会这个。刚狗专家有说要多花时间陪他。这是一只绵羊吧？走了。哎呦哎呦哎呦哎！哎，自己进去。你放低。走了。哎呦。回家了。乖哦。还蛮乖，他好稳哦。他好稳。啊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要回家了。收也不错，见好就收。对，那不然你刚也不错，他见不好坏。冰虚哦，跟你酸的。像小爱刚在那边夸塞脸，没有小爱那个也还不错。好，来来，玉林该你了。你说你有多厉害？他会一招很厉害的。好啊，就是我跟他讲拍谁拍谁，他会跟着拍谁拍谁。真的真的。巧克力来，巧克力拍谁拍谁，拍谁拍谁，巧克力拍谁拍谁，嘿嘿，拍谁拍谁，拍谁拍谁，拍谁拍谁，巧克力。有吗？拍谁？拍谁？巧克力？没有啊，没有拍谁啊！
最后出大绝了，我哭他也会舔我的眼泪。OK， 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哇！真的是人狗情未了。你现在是在捏小爱就对了，就你哭他会舔你的脸啊，他特别会。那你再哭一次我看看。好，再哭一次，再哭，你就坐在那里哭。好，巧克力来，巧克力，巧克力来，来啊！哇！训狗社，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只小狗在他们心目当中是觉得最有才华的，请投票开始。到底哪一位训练的最好呢？哪一只狗最有才华呢？哎呦！狗饲料真的能吃吗？陈玉玲自告奋勇。玉玲不要吃狗食啊！分数最低要假和爸爸。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只小狗在他们心目当中是觉得最有才华的，请投票开始。到底哪一位训练的最好呢？哪一只狗最有才华呢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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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完全没有考虑了嘛！哇靠！九分哦！哎，这太夸张了！那根本就是不用看了嘛！干归干归，哎，阿姨要一票，一票一票。可以吧，一票算多了。哇！好棒哦！来，燕君的拿到九票，是啊，为什么？来，佳佳。燕君的动作，每一个指令他都只说一次，狗狗就马上做到位了。对，然后他这样讲，那我刚哇，狗狗非常懂。燕君，你说他几岁？五岁。五岁，他刚好是最成熟，成熟。他很稳，但是他有一个要点，因为刚刚脸都朝这边了。对。燕君这一只狗狗，它的眼神的 focus 最集中，对，它很坚定。刚投一票给怡爱的是，投给爱是 Dandy，Dandy why？因为我觉得那个马松松，它其实对于主人要给它的口令，它都知道它要做什么事，但是主人太急了，所以就一直不停的重复叫它做一些事情。哦，是主人太着急。所以其实狗狗它是会的。你现在是在赞扬狗，但是在嫌。是希望它可以找寻别的爸妈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统计出来厉害了，哎呦，哎，这燕君拿了这九票，那不得了，太苦了，目前最高分的哦。我们最后一关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忠诚度。没错，而且这个呢，其实在录影之前我们就已经全部挑战完毕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看一下 VCR 了。有 VCR 是啊，但是狗认主人应该是靠味道，对不对？远远的它会先从鼻子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远远的它会先从鼻子闻主人的味道，对，从嗅觉开始。哦，狗真的是色盲吗？没有，狗看得到颜色。我们家那一只是不是色盲我不知道，但是是色胚，我是觉得是色狼。对啊，像蓝绿色他们就蓝色跟黄色他们就看得出来，分辨得出来。因为狗会认同绿灯啊。应该是说狗狗他们是看车子。可是我朋友那只狗哈，它马路上跑很快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突然会放慢，因为它知道前有测速照相。朋友那一次更厉害，他带他主人走，他要左转，他会打左转灯。他右转呢？右转。两位，左转，烦不烦？来，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位布兰妮跟熊宝贝，来。为了测试小狗的忠诚度，我们请艺人穿上玩偶装，设计小狗认出主人的时间。Hello， 我现在就是玩我家的狗，看他要认不认得我。如果不认得我，我送给你们。我来了。到底哪只狗能花费最短时间赢得这场比赛呢？
时间过了一分钟，熊宝贝还是不动声色。制作单位开放布兰妮用声音吸引熊宝贝，到底熊宝贝的反应会是如何呢？熊宝贝听到主人的声音，马上有反应，时间花了1分40秒，成绩好像还不错呢。1分40秒，对，其实是训练有素的。看那个形状，但是其实它嗅觉是很灵敏的，对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要不然那个弃毒犬啊，就不会是狗了嘛。对对对。哦，而且它其实听声音，马上就知道是妈妈在叫它了。那这一只的它的嗅觉没有那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臭鼬。它是一只狗。算可以的哈，对，好，来看一下安以爱的小狗，马松松，怎么办？我完全没有信心，因为我家狗就是你知道人见人好，然后就是有了新欢就会忘记旧爱我这个主人，所以我觉得他等一下应该是，怎么办？我要去面对现实了。太厉害了，想不到马松松竟然只花了10秒钟就成功认出主人，看来你们很有当第一名的希望哦。形象嘛，对不对？它纯粹是靠它的嗅觉，而且熊毛那么厚哎，它根本闻不到味道。对啊，它会硬去钻那个洞去找那个的嗅觉。我们刚才讲那个弃毒犬有没有？狗最灵敏的器官就是嗅觉，对，好像是人类的万倍，是有到这么多，对，就是40，它很快是万倍，对不对？对，人狗狗的嗅觉啊，有些对肉品甚至是1倍，对，它的嗅觉细胞。哦，比我们人多非常非常多，非常非常多。好，来看一下李毅，李毅，还有阿狗，阿狗。我个人觉得我们家狗非常的聪明，因为平常呢，我不管是戴面膜或是买面具啊，就是把全身包得紧紧的，它真的1秒就可以认出我。等一下一进去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要1秒就要出来了。狗不但认不出主人，还气得一直狂吠。李毅场面似乎有点尴尬，我看李毅你还是赶快出点声音洗洗阿狗的怒气吧。居然被李毅吓得尿出来了，虽然最后还是有成功认出主人，不过花了3分15秒，成绩似乎不太乐观的。视野广，老狗了嘛，但是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这么大头。没有，对，因为他平常在家里胆子很大。来看一下英俊啊。我觉得我家狗狗应该认得我，因为它平常超级黏我的，但是我有害怕是它会很紧张，一切都很难说，去测试它看看。
可爱的波尼果然像燕君说的一样，一发现主人的存在立刻飞扑过去。这一组花了40秒完成任务，目前占据第二名。君手一伸过去，闻到他就闻到味道就对，而且其实他其实远远的就闻到我的手的味道，我手一伸，对，而且感觉燕君真的花非常多时间跟Pony玩，因为我家就只有一只狗，没有没有其他娱乐了。燕君以前讲我都还不相信，现在我懂了，你懂了，都是他陪他。燕君很多年没有男朋友。狗狗真的是最好的陪伴，是真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啊。这次的任务非常有信心，我们家的狗啊跟我有心电感应，它跟我的情谊如此深厚，就算我化成灰，它可能会把它填进肚子里面。现在就来测试看看，乔玉莹哥这么有自信，到底巧克力给不给他面子呢？巧克力果然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我们决定给玉林哥一次机会，让玉林哥可以到外面找巧克力。不管玉林哥怎么叫，巧克力不理就是不理。看来这场比赛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，就让我们回到现场，看看到底哪位艺人必须接受残酷的惩罚呢？出声音了，你跑了十几分钟啊！我那天的声音比较沙哑了啊，最好是啦，沙哑他也认得你。巧克力应该是想说，终于不要再看到你。总分出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来看一下，我们布兰妮6分，小爱是7分，6分，燕君18。好，处理好。哎，你不准，你坐好了。来，燕君，喂他。麻烦你。好，我们就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的喂3片就可以。好。好。林哥，吃不够，我这边还有。那你要 sip 吗？好，来。sip。好。蛮好吃的。我又没输，哎，我冰狗，我们那个定力还最厉害。你看有没有罐头？没有没有，给他们蛋，就比较淡的牛肉干啊。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有咸的味道哎。但我忘了跟你们讲，这吃可以的，还是但因为这个狗食我们是大批量买进来，这是前年的。好了，再次谢谢我们十位训狗师。